我没意见啊，我们这版就是有办表演赛的性质 啊，大家看开心就好了。要看那种精彩的那种 meta 阵、啊，你就是打超联嘛。对啊，你看超联就好了，你看我们干嘛？对，干嘛就是要精彩啊。对，那我们来作为这个名人赛示范的放太多先锋者，我说。我没有啊，我跟龙蛋蛋一组啊，然后直接打到对方投降啊。嗯，挡一个，哎，是哟，他在我后面呢，三小，好爽，靠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他这球要拉地王，哎呦，是哟，金翅球盖掉，巨，我守二段跟后仰，我主要踩后仰，不要盖烂，盖烂，他不要想在我前面耍花招，要不要耍花招。你是耍不过我的啊！不要耍花招。盖我盖那个隐形衣哦。你盖他，我们盖他，我们盖他，我们拉一个后仰，哎，没事。靠，这个位置绝命空位，想干嘛快快哦！优秀优秀，好球，漂亮。可以，哎、欸，想干嘛？我想被盖，我跟到，篮板，好球，干这么的高 ，bang， 没进哦，好球 ，catch， 一木，没，挡拆，有吗？没进哦，第一个哦，没进。靠边臭小鸡啊！你以为 Who is your daddy？ 哎、欸，给我 ，bang， 又没进，屁啦！哇，真的衰啊！你有带三分吗？我肯定有带三分啊，三分火锅套啊。那你第二颗没进，那他妈是真的衰。我两颗三分就没进，我觉得有点搞。那是真的衰。内线进去了，二段好球。二段你要补的啊。靠边，慢速被抓到。打躲避球，哎、欸！哦，太远了吧？哎、欸，你一有二哦，快点！一、二，哎呦，靠边，我应该盖三的，是我错。没，这个是我没用看的，这个可以用看的。哎，你干嘛一直出手啊？是啦，我真的要传球的意思啦。我真的要传球意识啦！我被搞！你有我真的要传球了！你问观众，他们一定有看到我按传球键。我真的被搞！没，我没看到。有啦，我真的被搞啦！还不给我进、啊？这藤真淘汰。没有，我真的被搞。你一我二哦。哎、欸，岩缸应该是会弹出来吧？靠边！给你哦，漂亮，好球，这个吸引没问题。这个赤木很会抓我，所以哇，终于把第二颗投出去啊！干嘛啦？他怎么不开大、啊？你到底想干嘛啦？给你哦，出手，漂亮。他可能没大了吧？到底在干嘛啦？反正开大也会被我盖，就乱搞啊！我跌倒，干嘛啦？开大哎、欸，他干嘛乱哦？对啊，难道就是那个传说中不开大的阿木吗？那他刚才第一球是哪小？第一球很好看，不帅。This my chance。来啊，投啊！你投，来投。投小心哦！还不投，小心再不投，二段！哎呦，好补啊，追的好。想要骑，他想后仰、啊。哎呀，可惜。二段。啊，你妈妈！这我的锅，我没有猜到他二段。水妖、啊。哦，莫西内。太明显，看起来就想赢我。好球！哦，好球！盖到一段了。等我大，你随便投。我顶一颗，我顶一颗。水啊，控位出手巨。控位出手巨。啊
coming home, coming home。有点感觉，有点感觉了。我倒了。Coming home， 哎，干，这球是看得到的，哼，哦，啊，好猥琐，猥琐，好贱哦。哎，哦，很小。有了，你后面斧头盖得不错。猥琐，是，这才是我真正实力嘛，这也不及我实力一半，你知道吗？也是啊，盖斧头没什么好骄傲的，对吧？是，不及我实力的一半，白痴，我很多他的那个帝王，我每一段都有盖到，好不好？肥鹰洗完澡，所以你要抛弃，你要离我们远去。是的，没错，在肥鹰跟你们之间，对不起，我选择。没关系，我们当当也洗好澡了。太棒了，我们当当也洗好澡了。交换一下，交换一下。很难，直接团练了，要不要了？什么？你说现在直接团练吗？我不是，我们就我们直接打三三，反正你们也没对到我们。我跟你说，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夹在中间的小伟哥得力耶，他们现在都在你现在看你的那个好友观察名单里面，啊、然后他们就是一直疯狂来看我们呢。啊？你有看到吗？最近房客里面一堆各种来看欸，不是没有，不是打球就开心啦，心机没那么重的啦。第一周比看过，心机没那么重的啦。啊、哦，我跟你说，这你就错了，这个是斗兽棋。是，所以你不想被他看到你们的战术就对了。哎、对对对，我们有出奇招，我们有出奇招。哦，难不成是那时候那个奇招是什么？我就不说了。奇招当然不能讲。不是啊，那你这一次奇招露出来，你下一次奇招还能用？没错，没错。小许说：“我没空，我在打手枪。好”好啦好啦，哎、欸，好，我要把当当找回来啊！撤！我冲开机啊！你先走啊，那拜。好。